伊讲伊途中的这个梅弄呢，这敢是黑点根腐病。原本呢，伊这蜘蛛吼，生起来个吼很健壮，但是无几工就死了了。拢已经会当结果，正经个会当采收啊。所以吼，要问老师，敢有啥物防治的方法？亚磷酸是不是可以增强它的免疫力？若是种了后开始使用两届这托克松，是毋是会当减少着迄点根腐病的这问题？但是因为惊讲会有一些使用药物残留的问题，所以想请教吧，老师。目前咱伫即种雨季特别尤其你这伫看起来是室外的那么室外你个种吊桂这应该你若是要种假设啦你会当边啊买大型管这当可以招出诶但是有时安尼足歹去整理诶那么所以真济，但是。你的物件吊起来有好有歹并讲那是以美容来讲，你吊起来吊起来伊毕竟伊伫传统内底它就是比较匍匐性，咱吊起来较好管理这个大概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种瓜首先就是即个排水并讲雨水若较侪时阵，你下水是毋是下来哩？因为咱真侪即个。看起来好像是什么病害啦，并讲慢哭病啦、慢歌病啦。即、这个根腐病、黑点根腐病、痢哭病、疫病大概咱伫根部想会到的，差不多大概就这么多了白癜病白癜病伫国啊内底即阵啊较少看。那么即、这个情形就是讲，会遮侪即个问题，其实伊的前提是虾米款？有可能就是雨水伤侪土的即个含水量即个足大。那么即含水量很大即含水量足大的时阵呢？即个物件就是讲，因为伊伤过头含水含了伤过头侪啦那么所以呢，就真容易真容易呢，因为无空气无空气呢，伊作物呢又搁拄着咱即马要拄着落雨嘛就已经是落雨了，是毋是？即个好天曝日曝日伊爱降温，它要即个蒸散啊，伊个着白骨所以根着出问题，所以真侪拢是因为堵水后壁即一寡病害你若讲天气好，即病害就很少就较无遐较无遐尼啊一个即、这个。较无遐尼啊，即个严重安尼啦所以呢，基本上是有即款的这道理。那么伫即个市面上，有人会建议你用啥物物件，比如讲你若室外那么有个人会甲你用一种啦，落雨了，伊会叫你去灌啥物灌一个苗，你感觉哦，迄灌了后，佫改成袂歹安尼其实它不是啥物贵金属，啥物，伊讲你灌一种叫做过碳酸钠但是这物件其实还这是一种清洁剂咱有诶号称这个洗也当做做这种会产生氧，那氧呢，初生代的氧是很活泼所以伊都很强诶这种去污能力啦所以伫这个专业咧洗衫诶时阵呢，也用这种就是讲也因为这个过碳酸钠呢，因为水底诶时阵，伊就会产生这个过氧化氢过氧化氢啥物物件？H2O2 嘛，咱水是 H2O 过氧化氢 H 双氧水啦那么各有这碳酸钠，碳酸钠这小苏打这个这个土壤有点弱碱性，所以咧用这种物件咧，那么大概的较容易，你若甲灌了，有当时啊，伊就会出现着迄个心脉这所在会缺铁所以有人老人叫你灌这个物件那么有当时啊，有一挂这种。有一些副作用你若无去甲伊注意，因为买人嘛毋知伊卖你啥物物件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所在所以一般通常因会去用这个叫做过碳酸钠那么因为有这有这种伊会产生这个。碳酸钠啊，个即个过氧化氢，就是双氧水所以这种物件其实对土壤对土壤呢好像那浓度控制了好些，其实也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常常出问题所以咧用的时阵爱细致。那么这物件你咧用就是讲最主要为什么去用这個，就是讲要增加伊的一个土壤内底一个
啊，这种含氧量哈、哦，所以呢，你这咱伫土壤内底地啦吼，就是讲，咱那是去看，咱通常会去了解讲是不是啊、要确定是什么病吼、哦，大概只能送镜检啦吼、哦。那么其他呢，没有什么更好的这个方法，但是啊，依你这看起来，你讲是不是啊，这个。黑点跟虎病哈、哦，这啊用眼睛看哦不太厉害，看看有的所在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哦。安怎讲看得出来哈、哦？这原因是因为呢啊，你那假设啦哈、哦，假设你那孙悟空在用的时阵哈、哦、啊，你用这个用呢，伊在筋管顶真的可以看到一点一点黑黑的哈、哦。啊，但是真侪拢唔是单一的哈，那、哦、可能是这种啊复合性的这个病害哈、哦。所以你讲啊，甲灌一说啦，这个有呢，这个亚磷酸哈、哦，亚磷酸的雨季的时阵一定爱来甲灌啊。那么这个是绝对是有伊的啊，绝对是有伊的这效果哈。咱听众朋友你一定爱怎样哈，这个效果绝对是有的啊、哦。啊，但是你讲落雨啊，甲来灌的没有啊？哦，所以你雨季啊，咱提早用，因为你灌落呢，到伊有法度来用的。到有法度产生到这个效果的时阵呢，那么实际上它是有一段的时间啦，吼，就讲伊唔是啊，随灌落啊，就随啊，随有这个效果啊呢，吼，所以呢，啊，你这个起来吼，有规个迄个水质吼，就讲。咱讲的水质，讲你甲破开，迄个长头的所在拢安尼啊，即、這个拍心这种情形吼、哦。那么这种情形呢，其实啊，那、是以我个人来讲吼、哦，就是讲啊，我因为迄个会拍心吼，做侪人讲拍心是即个缺盆吼、哦。那么即个或许有一点关系，然后因为筋脉伊的不在了，吸收伊的缺盆，这个是啊，这个是很正常的这种情形，但是呢，这种的即、這个。啊，这种怕心这款的这情形呢，那么伊若无避开无老龄，吼，脑避开有老龄，可能咱会去判断讲啊，这种是这个啊含血有关呐，吼，含这个慢哭病有关，吼、哦，咱通常是安尼去看，吼、哦，就讲伊脑避开。并讲我伊个顶头的这所在有小块闭，后边讲你以第一张啊，你看到这种的这情形呢，那么你会感觉上，哎、欸，这第一个五脏头这家家哦，迄、那个筋的个家改成啊，这个裂开还是讲你啊包包，那么这个有可能，啊、因为这种通常是拢是一个复合性的感染哦，并讲有慢哥病啦、啊、吼、哦，那么啊，只要哪卖有出现昏红啊，迄种慢哥病吼，有、哦、连包菌引起的，那么这个多多少少。都还有这个作用啊！啊，因为你的水质变康起啊，所以呢，啊，一般来讲，特别的是讲，伫这个啊，咱特别采收进境这家家，伊突然间就足紧去互伊啊，这打起吼，这伫筋的这所在有这种红褐色哈，红的啊，点点哦，所以你这看起来当然是很像哦，足像这个黑点跟虎变的哈。啊，但是你这个怕心的这个部分呢，啊，它又不是哈，更不是黑点跟虎变的一个啊，这个典型的这个特征，一般人啊，那是看到这种空洞怕心这样多呢，啊，都会特别小心哦。这真有可能呢是这个疫病啊，所以这是一个经验啦，哈、哦，这参考。那么在这种天气内底，咱该去注意的大概就这几个哦，就这几种的这个问题。那么所以呢，你讲这个黑点跟虎病哈，黑点跟虎病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这几年哦，好像是越来越严重哦，这。这个真济吼，拢有这款的这个现象吼，所以咱是希望讲，伫这方面你咧管理的时阵啊，提早吼，尤其那是即阵啊，你咧个是正理这个室外，那么正理这个室外有一个足大这个问题，就是讲水分咱较歹去控制吼，所以有可能落雨啦，各方面的伤过头澹，那么这种的真有可能造成这个黑点跟虎病吼，这个黑点跟虎病，那么这个黑点跟虎病，咱通常要用。药啊，吼，就是讲啊，大概目前就是这个啊，较大长，一般唔是做细长的时阵，最主要是这个都开始这只只吼，都开始这只只呢啊，咱伫可能爱注意这个疫病吼，啊，甲着这个。啊，这个密库病这种的这个红低嘛吼，这目前是安尼。啊，即马那是到差不多较大长吼，较大长就是讲啊，差不多你特别老过迄个时阵，老灰吼灰特别来迄个时阵，那么迄阵可能得爱灌这个
啊，这个黑点根虎病呢，这以后维囊血肿就开始灌啊，维囊血肿灌这个托克松，那么灌托克松以外呢，可以当灌这个氟吉安呐，哈、哦，所以那么你担心的这个啊，这种药物残留的这些问题呢，其实是不会的哈、哦，这个没有那么厉害啊，安怎讲没有那么厉害，原因是因为。你罐头，你伫装顶呢，要唔是讲盐袂掉吼，真侪好比讲盐袂掉，不是啦，因为咱灌的时阵拢会加真炸吼，拢会加真炸吼。那么这种黑点根虎病吼，这黑点根虎病呢啊，有时啊咱会去看到吼，就是讲伫这家家，就是讲伊迄个黑点根虎病有当时啊，就是看到拢诶奇怪啊，加几条筋啊，孙诶就拢无啥筋啊咧。哦，那么也所以这真有可能啊，真有可能的是这款的这情形啊、但是啊、一般拢会去看到讲伫管顶呢，有安尼红个红个吼，点点点点点点这种的这情形哦。那么这个大概安那看到，那看到咧连都拢袂有啊哦。所以目前就是利用这个嫁接吼，比如讲接金龟啊，接这个暗龟啊吼，或者。洋香瓜叫暗瓜啊，足歹食啊！哦，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哦、所以呢，啊，但是你啊，小黄瓜有人即马尝试叫暗瓜啊，效果还不错啊！啊，这种以这暗瓜啊，含咱做生产咧食迄种暗瓜啊呢，啊，也类似吼、哦，就是啊，就是讲利用嫁接会当去改善啊、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伫。咱那是伫这个采收以后，后面讲你这个种瓜啊，吼，种瓜啊料呢，啊，一定爱采收刷吼。那么，有机会就是较紧加兴，加这个翻地吼，地水加翻过。那么翻过的这目的是要创啥吼？那么翻过这目的就是讲，吼去晒日啦吼，啊，这个卖老到底下，啊，你长啊老底下伊迄，伊无可能长水死嘛吼，所以迄、那个。啊，黑点根虎病伊就够一个，都有寄主嘛，吼、哦，伊寄主伫伊只遐，伊个大量繁殖，所以那是刷了较紧解，吼、哦，比如讲像阮回归菜收刷，阮较紧拢甲抠抠掉，啊、哦，这个动作拢爱紧，啊，无必要啦，就甲抠抠掉，卖坑伫伊个所在，伊甲坑加个啥物情形啊，都不太啊不太好，吼、哦，这一般来讲，我那是啊要飞远啊，啊，就去甲抠起来，啊抠起来，互伊消化黏黏，哦，消化黏黏。那么小花连连的较好拖掉嘛，吼、哦！你拖的时阵，你若正经啊，拍甲落落吼，哦，迄拖作硬的吼，挡袂掉啊。啊，即一人一人无同款吼，啊，一般阮拢是去甲拖掉啊。那么较早是较笨蛋吼，因为黑点根虎病无啊严重，阮拖起来是甲熬大高底吼，即、哦、利用腐生菌吼，即、哦這个嘛是一种处理的即方式。那么即个药啊来讲吼，即托克松即嘛有个建议就是讲啊，你刷灾迄个时阵你就开始管啊、哦，比如讲你若直播的时阵，伊迄、那个啊职业展平了，你就会当管即托克松吼。较早阮咧管拢管了较慢哦，拢到有花较管。那么那一阵讲拢讲讲即效果无好、哦，所以呢。啊，有这个神拜甲咱建议吼，就我老师就讲啊，这样唔对啦，吼、哦，这里啊，这里小调整，小调整一下安尼吼。那么伊这个，伊、那个老师是我叫职工吼，阮一个职工啊，这个，伊就甲我建议，伊讲你较早管咧，试看卖者啊，这伊。中兴大学疾病系的这个教授，那么等叫来管啊管，哎、欸，确实哦，他但是也啊要用蛮多次的哈，比如讲你一礼拜管啊，差不多爱管四遍哦，四遍啊，所以嘛就连回哈、哦、这种物件哦，所以这里要小注意一下。那亚磷酸对于这个黑点根虎病够好哈、哦，这个其实啊，那个病例还怎样哈，这不也好用啊、哦，对疫病有效啊，不然就一直干嘛讲啊，就已经很厉害了。所以呢，啊，你灌这个亚磷酸，你最主要是其他这些问题，比如讲啊，疫病啦、啊，吼、哦，还是讲这个有呢，啊，这有抗性。哦、啊，你讲慢歌病，咱有用这菌状芽孢杆菌，好、哦，所以大概这样来使用，那么这会比较好一点。那么你定植的时阵，两遍这托克松啊，这个、效果也无当改变，跟一般拢会建议呢，爱四遍，哦，这种类一遍，一礼拜以后个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总共要灌四遍、哦、那么灌四遍，一个拄啊好滴啊，因为较早阮咧用拄啊好倒摆吼，阮拢是种落了啊，见花才开始灌吼、哦，因为之前阮拢灌疫病的药啊，啊见花才灌这个药，有时啊种洋香瓜白胡吼、哦，
啊，回归安尼看起来是顺顺啦吼，啊，但是呢啊，效果无同，所以这托克松啊，你当参考。那么个一个就是福吉安啊，这个药啊呢啊，这个呢比较特别哈。那、哦、如果呢，你那是啊，那是药呢，可以用这个哈、哦。这在国外哈、哦，其实是有这样的这个记载啊、哦。那么有记载讲用这种物件哈，这女夫妻安是咧抓这个白纹女病、黑心病的这个药啊哈。那么这个物件呢，这他又当杀菌剂用哈、哦。那当然也啊，防疫的这有当时啊，咱咧抓红蜘蛛嘛是用这个夫妻安嘛哈。哦那么这物件呢，这是可以来啊，列当来操作啊，来改这个使用啊、哦，所以这底下啊，后来就以田中平吼，你需做这些参考啊，这个啊，农药残留的这问题啊，比如讲我你种的是家己家，啊，这你考虑的是这农药残留的这问题，不用担心，那你就算拿去验，你也验不到啊、哦，因为咱啊种落了，因为你讲到尾也要来管，那个意义不大哈、哦，这。啊，效果较无同遐好，所以阮较早咧灌无效的这個原因，有可能是伫这只食啦，吼、哦，就拢感觉讲用用较大丛啊，较去收着，哎、欸，可能爱灌，啊，其实效果就啊，这个没有那么的好，吼、哦，所以啊，大体上吼、哦、是这款的这个啊，这个道理，吼、哦，所以呢，这里只好咱提醒朋友，好、哦、啊，少做些这个参考，吼、哦，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吼、哦，这个伫管理上呢，吼、哦，小可注意者。提供，让你去了解一下啊。嗯